不要说你在爬坡上的时候你在背就来不及，碰到比较陡的坡的话要怎么办呢？你人可以往前面走一点，坐一点，往前面坐一点，那用你的体重去帮忙踩，那会更轻松哦。下坡的要领，第一个就是不要怕。假如你觉得有点害怕，我们建议你往下用钱，下来用钱的也可以啊。假如说你不会怕的话，你含着刹车，不要让速度爆冲出来，手伸直，屁股往后面，然后用点刹点刹的方式，把速度控制的，不要让它爆冲出来。其实上坡也是一样，你在爬坡上，下来用牵的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，我们叫做 walking bicycle。这样子慢慢呢，你就可以上坡，你也可以安全的下坡。这个车车道在北环道的0.4到0.8之间是比较有一个下坡还有转弯。我们骑脚踏车的时候骑到这个地方，你不小心离开了车车道以后啊，就是因为钻到车跟水泥地有一个落差，你轮子就万一卡不上来的话就摔了。所以我们建议